这里是不是少了很多东西啊？很高兴看到你们能回来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，但还是让奎可先为你们检查一下，处理深渊。你们能回来真的太好了！火神大人把这件事和我说了之后，我就马上过来待命了。各位先坐下来，我来一个一个检查。 好了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不过保险起见，几天后我还需要复查一下。不过这位旅行者的情况我也闻所未闻，似乎对深渊力量完全免疫。以前他在这方面就很特殊，擅长净化深渊力量。嗯，这么一说，我好像也没感觉到深渊的影响。在眼下这种情况，你的这种特殊能力大有可为。那我先走一步了。 还要去其他病人那里，谢谢你，妹妹。行了，就算观念上有分歧，但谁都没有恶意，就交给时间吧，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。嗯。啊，好了，有太多的话题，我们先从哪里说起呢？ 你们也见到了吧？夜神之国的惨状。我就直说吧，纳塔马上就要毁灭了，它的寿命很可能不足一年。啊！不会吧？没错，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公开，只有在拯救纳塔计划中的少数几人知晓。这个毁灭的倒计时并不是近期才开始的。 而是从500年前的深渊灾难延续至今。之前马拉尼也和我们提到过。嗯，那时候所有国家都遭到了深渊的入侵，纳塔本就不存在像其他国家那样稳固坚实的地脉，所以受入侵的情况也是最严重的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无比惨烈的战斗，纳塔以牺牲生命与文明的代价，终于获得了胜利。 我们又花了几百年时间解决深渊引起的灾难，获得了今日的和平。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胜利，其实深渊的力量只是被重新赶回了地下而已。居然是这样！夜神之国的问题要复杂得多，因为那就相当于是纳塔的地脉。我们推算出。 距离夜神之国彻底深渊化，最多还有500年的时间。但在那时，随处都是家破人亡的纳塔人，他们不再相信胜利，也不再相信未来，文明几近断代，信仰也分崩离析，大灵的力量也无以为继。如果不能将纳塔重新凝聚到一起，击败深渊只是无稽之谈。所以。 神明与各部族英雄商议许久，最终制定了长达500年的拯救纳塔的大计划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在找到卡奇娜之后，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影，他给了我很多本来不属于我的记忆，其中提到的就是这个计划。我被选做了重要的一员，但我不理解的是，我在记忆中看到的火神。 为什么就是你呢？什么？等下，火神是人类对吧？人类怎么可能活这么长时间？没错，
人类最难超越的就是时间，或者说寿命这个概念。可能对于魔神来说，一些神力或者诅咒就能做到延续人类的生命，但众所周知，娜塔并没有这样的存在，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。生命就像一团终将燃尽的火焰，我在500年前就把生命存入了圣火，在过去提前死去，才能在现在再次醒来。简单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。是的，当年正是因为部族团结合一，才能击退深渊。那么为了确保在500年后娜塔与深渊能有一战之力，接下来的火神就必须复兴被摧毁的部族。复兴部族是为了把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，让那个部族的大灵重新恢复力量。而作为完全复兴的证明，大灵会选出一位英雄，表明部族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，就像500年前那些伟大的英雄站在我身边那样。所以我就是那个英雄。是的，你所拥有的古名和500年前代表流泉之众的战士相同，意为团结。相信在夜神之国的冒险之后，你已经完全领悟了古名所蕴含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你之前就知道大灵会选谁？按照计划，我苏醒的时候，所有部族都已经完成了复兴。可是计划出了意外，六位英雄虽然获得了500年前的六个古名，但有关计划的情报都没有传达给他们，原因还是夜神之国的恶化，圣火和大灵的沟通受阻。就像还魂师没办法把卡奇娜带回来一样。这也是深渊力量采取的手段之一，他虽然没有智慧，但从来都不好对付，想让信息重新连通，只靠我是不够的。古名的持有者也必须表现出和这个古名的契合度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我就一直在试图帮助他们六个人。在今天之前，回声之子的希诺宁、玄牧人的基尼奇以及卧鹿之邦的伊安山都得到了承认，而在这次冒险后，你、马拉尼也顺利得到了大灵的承认，获取了古名中来自过去英雄的记忆。但是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。是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既然英雄还没有聚齐，计划就缺乏启动的条件，这就是为什么情况迫在眉睫，但我依然无法采取行动。既然火神大人知道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这样不是快得多吗？或许吧，但那样也可能会出现反效果。由于提前知晓了使命，反而无法兑现自身的潜力。就像你想要去救卡奇娜这件事，我希望他回应的是你强烈的意志，而不是被谁赋予的责任。所以，火神大人不打算告诉我们，剩下的两位英雄是谁吗？他们的契机尚未到来，提前把压力给他们只会是一种干扰。我只能选择相信大灵的眼光。我从来不认为我能独自解决这场危机，正因为我选择了信任与依靠，计划才推进到这一步。能拯救娜塔的不是神，也不是任何一个人，是我们。你真的很敏锐，我还以为我能趁机绕过这个话题呢。对，这些东西去哪儿了？我还是很好奇。为了保证你们一定能从夜神之国归来，就算我完全失去了力量，我也得有对策，是吧？毕竟，答应你们去冒这个险的人是我。马拉尼也是关键的英雄之一。这里的东西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除了纪念品的价值之外，更重要的作用是燃料。燃料？所以那个时候的火神大人才……纪念品中承载的故事固然重要，但他们有更重要的共通点，都是英雄们身伴已久之物。这些东西也会在主人战斗的时候积累一些角逐之焰，当然力量很有限，但积少成多的话，也可以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。我利用烧掉这些物品所产生的角逐之焰，
打开了两个世界的边界，这是个相当粗暴的做法，所以如你们所见，力量一下子就用光了。但那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件都有故事，所以我才拉着你们到这里来。说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想让火神大人动用的力量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没关系，幸亏你们拯救了大灵的图腾，不然夜神之国的那个区域现在已经永久失守了，那样一来回声之子可能很快就会有灾难发生。至于这里的物品，当英雄们把东西托付给我或是以前的火神的时候，就是希望他们能为拯救纳塔做出贡献。如果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最终拯救了纳塔的英雄，那他们也会欣慰的。就算这么说，我还是觉得很对不起。大可不必，还记得我说过那个时间的话题吗？我们并没有失去什么，过去的人和事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陪伴在我们的身边。如果仍然怀有歉意的话，就带着这份歉意去为了纳塔战斗吧。你们的事迹会成为新的传说，催生出新的力量，就像曾经存在于这里的东西一样。欠了人情，还是想有点表示。哈哈，既然这样，请我喝酒吧。既然卡奇娜回来了，我们要举办庆功宴，庆祝巡夜者战争的凯旋，不仅让你们休息休息，也能让质疑你们的人无话可说。啊，总感觉得知了这么紧迫的事，已经没有什么心情了。别这么想，要沉住气。着急除了影响自我的判断之外，毫无意义。好了，快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温泉边听战士们讲故事。池子里的人来来去去，无论来自哪个部族，大家都成了好朋友。温泉从来不是流泉之中的私有物，而是将泉友们联络起来的纽带。很高兴能看到部族中的孩子逐渐成长起来，我也逐渐理解温泉的真正意义。青春、活力、热情，多么富有朝气，多么令人向往。就算是他们闯了祸，心中的怒气也转瞬就会变成怜爱和包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马拉尼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很了不起的战士，他的身上蕴含无限的可能性，我能看出来。等我以后打不动了，我也来这里给他讲故事，给更小更小的孩子们讲故事。你也要当好你的火神啊，这样我才有更多谈资。这天空漆黑一片，部族分崩离析，而你向我承诺，你将在遥远的未来取得胜利。若不是我几次三番和这狡猾的敌人交手，我绝对无法理解你的谨慎。我的怒火永不平息，我的力量不再为你所用。
但你来找我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说服我。我知道了，当今的英雄会用血与火铺下道路，你要连我们的份一起赢下来，不然新仇旧账一起算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为了纳塔，也就是说，姐姐需要前往500年后的未来，履行火神的职责。那现在的你要怎么办呢？姐姐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吗？你这么问，她也没法回答呀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们就全力支持她吧。放心，我们会为部族的重建献出全部的力量。我们都在为了纳塔的未来努力，只是所在的时间不一样罢了。嗯，妈妈说的对，我们肯定是最支持你的人。真是的，这种时候爸爸怎么不在呢？他应该不知道说什么吧，干脆就不来了。啊，别管他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无论未来变成什么样，要记住，我们都爱你。我会去找你的，我没办法活到那个时候，但是我会想办法，总会有办法能让我们在500年后再见，我会找到这个答案，所以不要忘了我呀。既然火神大人这么说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愿孩子们也能看到如此美丽的太阳。为了纳塔，我们不会孤军奋战。规则是我的遗产，也是足以对抗下一次灾厄的力量。战争铸造了六大部族，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战，如何去爱。究竟是谁会终结这一切呢？我们继承了记忆与传说，我们和太阳与风一同成长，我们铸造了命运与未来。这些都是纳塔的火，纳塔的血液。
哎，这不是葵可吗？你好呀，你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吗？啊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知道姐姐在这里，给她送点日常用的药，现在准备离开了。抱歉，我也由中尉卡奇娜的归来而开心，只是气氛上还不太适合和姐姐待在一起。哦，既然吵架了也没什么办法，我理解你。他这一路上很可靠吧？应该没有添麻烦，对吧？对啊，太可靠了，他很了解深渊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呢。那就好，我知道这个就够了。之前觉得你挺直爽的，怎么了？像是有话想说的样子。我知道在你们出发之前和姐姐吵架显得有点胡搅蛮缠，但我选择那么做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姐姐体内争斗的欲望格外强烈，就算她的精神力量再强也会有控制不住的时候，而我也不知道你们即将面对什么。你的意思是有点笨对吧？但这确实是有效的办法，至少能让她在一段时间里保持冷静。总之平安回来就好，这是我唯一的愿望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没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承担吧，不如好好谈谈。不不不，请千万别告诉他，他不会主动倾诉痛苦，尤其是向家人，所以他要是知道了会让我更难帮到他。感谢理解，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会想办法帮他分担更多的。那我走了，你们好好庆祝啊！如果你们身体有什么不适的话一定要及时联系我。他走了，没想到真实的原因是这样。说到底还是怪深渊，大坏蛋，哼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总是赢。让我们把最好的祝福与最热烈的掌声献给年轻的部族勇士卡奇娜。哇哇，好样的卡奇娜。谢谢大家，我也很开心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，年纪轻轻就潜力不凡，以后一定大有可为。说什么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初是第一个退队的，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我那是朋友邀请我，盛情难却，盛情难却呀。哼，居然不是因为想要占初赛的便宜吗？哎呀，真不是这回事儿。因为那个继承者之前在野外受伤，是我正好路过给他包扎的。他说什么都要还这个人情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当时想卡奇娜这边也不一定就缺我一个人呢。但结果从你开始一个个都开始打起了换队伍的算盘。卡奇娜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们真的非常抱歉。没想到这次你直接去了巡夜者战争，拿下了最高的荣誉。那你们呢，出成绩了吗？我们那个小队的队长当天晚上喝太多，第二天迟到了，直接被取消了资格。你们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同情。好了好了，帕加尔叔叔不要这么说。那个朋友们，我想说两句，我能回到这里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还有火神大人的帮助。这位旅行者和他的伙伴派蒙身手不凡，如果能参加归火盛宴巡礼一定是冠军的水平。他们已经答应我可以跟着他们学习，我相信我可以取得更多进步。而我的朋友们，马拉尼、恰
斯卡姐姐、基尼奇哥哥、伊安山姐姐，也都想办法和他们一起把我从夜神之国带了回来。他们也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英雄，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掌声送给他们。谢谢。好。我先干为敬。卡奇娜，做好了当英雄的准备了吗？说实话，有点受宠若惊，这一切还很缺乏实感。都已经当英雄了，下一步就是常胜冠军了吧。不要拿鲁迅开心呢。要做的事还有很。抱歉，知道很多却没有告诉你们。凡事都有代价，能够成为英雄的人，他们的目的往往都不是成为英雄。太过执着于目的，就会失去某些更加宝贵的东西。但现在我们知道的已经完全一致，来自花语会和烟迷主的最后两位英雄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之前的庆功宴我都会在那边又唱又跳，但今天知道了太多，还没有消化掉。这种兴致不高的感觉很不像你啊。啊，这也是你的冒险经验吗？我觉得也是，大家都在为卡奇娜庆祝，这种机会从来都没有过吧。有道理。卡奇娜看上去挺开心的，现在我变成那个有点闷闷不乐的人了，这可不行，我也得把气氛带起来。不好意思，你是今天的主角啊，有什么关系？一下子经历了好多事，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。啊，身体还会不舒服吗？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我说过我恢复得快嘛，不用担心我。你们应该也很累了吧？今天要好好休息，精神好才有心情好好玩。虽然付出了很多代价，但不管怎么样，卡奇娜能够平安归来就好。接下来我们都会面对更困难的挑战，为此一定要加强锻炼，储备体能。需要一次特别课程吗？太萌。不，不用啦。很少见到像你们这般骁勇的旅者，敬你们一杯。啊，我妹妹已经回去了，
部族里还有病人。其实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他了，我觉得他还是挺担心的啦。嗯，我也在计划过几天回去看看，要提醒他和家里人注意安全。希望他们听得进去，深渊应该已经察觉到你们的到来，你们冒险的时候也要小心。你来了，专门为你们两个准备了果汁。嘿嘿，你居然连这个爱好都知道。看起来你还有些问题想问，对吧？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的人生啊。和500年前的人说，纳塔要毁灭了，所以放弃亲人与挚爱，前往时间的终点。这是件残酷的事。你们想想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皆有终点，但我们受限于寿命，对这个时间尺度缺乏实感。比如因为太阳还有几百万年会燃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拯救它，很莫名其妙吧。我不能强迫他们与我一同肩负这个责任，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有英雄，这个时代也不例外，所以也不是非他们不可，当然也不是非我不可，只是毕竟是我带头制定的计划，我需要负责到底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房间里的画，难道那是500年前的家人？嗯，没错。所以你当时问我妹妹后来怎么样，其实能查到的资料很有限，将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，勉强能知道她成为了一个建筑师和艺术家。在玄牧人的部族复兴中，她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很多房屋，当然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，不过这还是很了不起哦，我很为他骄傲。看来你们很容易为了失去而遗憾，对于这个我早就做好觉悟了，这是一场战争，战争注定会有失去，我和那些被深渊吞噬的普通人相比已经幸福太多了，我背负神明这个称呼，肩负了太多人的期望，我有必要前往命运的终点，无论那里是什么。是呀，很可能这场计划的结果已经写好了。我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别忘了时间的形态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同时存在，也同等重要。假定未来的结局是毁灭，那也不意味着眼前的一切不值得拯救，而又正因为人类无法知晓命运，才会永远全力以赴。现在才是紧要关头，我们还差两位英雄。啊，不，准确来说是三位。还有一位，我无论如何都希望能求得的元首。你对于深渊的抗性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，在这场战斗中，肯定能发挥举足轻重的力量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除了尽可能为你的旅途提供支持，我还会为你打造一枚全新的古铭。古铭居然是可以打造的吗？嗯，条件比较苛刻，但如果完全不能造，那流传的古铭注定会越来越少。等你们有了古铭，你们在纳塔的冒险会被完整的记录下来，未来的纳塔人都会记住你们。虽然还魂师的力量暂时失去了作用，但这就当作我对你生命的保证吧。我会不惜代价履行这个诺言，就像把你们从夜神之国救回来那样，
我们这里永远不会亏待英雄。是呀，已经没办法置之不理了。太好了，那我稍后就会联络那位名叫希诺宁的工匠。虽然为外人打造古名这件事前所未有，但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。队长大人，我们的情报员发来消息，火神现在似乎失去了很多力量。虽然知道您有伤在身，但现在是抢夺神之心的最好机会。胜负是规则，而不是结果。既然过去我没有做过趁火打劫的事，如今也不会。倒是你，没想到你的障眼小把戏真的起到了作用。无论再浓郁的雾气，只要有太阳在，白天就不会变成黑夜。他只是不想，而不是做不到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现在还受了伤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？我开始认真考虑你的价值了。你是从这里听到了什么吧？怎么，还有什么想聊的吗？暂时还没听说他们有新一步的动向。基尼奇的调查初步有了结果，队长果然得到了来自烟迷主的帮助。至于这个人是谁，范围也在逐渐缩小。不过尚不清楚此人是主动帮助，还是受到了胁迫。如果在你们冒险的途中能掌握到他的情报，请尽可能提供给我。怎么，还有什么想聊的吗？深渊作为提瓦特最棘手的威胁，起初大家都只能从失败与痛苦中找到对抗他的方式。你在其他地方见到的种种做法，其实都建立在传承而来的经验与智慧之上，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其中的原理。元素力对抗深渊也是如此，它在久远的过去就已经成为了我们可靠的武器。至于为什么能做到，或许只有比火神更古老的存在才能解答了。怎么，还有什么想聊的吗？啊，这个嘛，说到底还是因为深渊的长期影响。纳塔人和大灵必须互相依存才能延续下去，但是大灵的力量也是有限的，不能给予离开纳塔的人同等程度的庇护，这就往往会引起一些记忆与情感上的问题。大家都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不会主动离开纳塔。就算实在有不得不离开的原因，也需要去请首领征求大灵的认可。由于会消耗大灵宝贵的用于对抗深渊的力量，所以大灵向来都很严格。但大可放心，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，大灵都是一视同仁给予庇护的。怎么，还有什么想聊的吗？